这，你们觉得阿信这个人实在靠谱，就是，你们觉得他，这个人就是属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们喜欢阿信的就给阿信点个关注嘛，然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这个人也不怎么会说话，对，就是靠谱嘛，对，主播也不怎么会说话，主播哪里人？主播是成都的，成都，你们朋友们，你们说主播愿意啊，但是阿信不愿意了嘛，对不对？主播的话，但是阿信也不愿意啊，因为我这个人也长得丑，也不是那么的帅。阿信虽然是个单亲妈妈，但是人家长得还是挺漂亮的，对不对呀？不可能，人家还那么年轻，才23岁，才23岁的女孩子，主播人又长得丑，人又老，阿信也看不上我们这样的。阿信，那个好了吗？我帮你倒水吧，我来倒吧。洗一下就好了，再洗一遍吧，我洗得干净一点，我怕他等一下你嫌弃的时候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我怎么可能会嫌弃呢？朋友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可能会嫌弃呢？对不对？我害怕，我要多洗几遍。不会，我们都不会嫌弃的。不然的话，我害怕这个你嫌弃的。主播出来一下，可以啊，你们给主播你们给主播点赞，点到20万，我主播就出来，好不好？不然主播长得丑，又怕吓走你们，对不对？阿信，我帮你洗吧，没事我来就好了，没事我来，小俊。来，我帮你洗，我来洗吧，我来洗。阿信，我来洗，真的我来洗。你刚刚已经洗过了呀。啊？你刚刚洗过了，没事我来洗。我们一起洗吗？我们一起洗好不好？这个、水，然后这个水那个这个猪肉又那个，所以你没事，我来洗就好了。哇，你看你。那你等吃吧，等着吃吧。应该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这样的猪头吧？这个弄起来是很香的。然后朋友们，你们喜欢阿信想吃这样的猪头的话，你们就给阿信点个这里有个关注，你们就给阿信点个关注，然后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，然后你们就是想找阿信玩的就给阿信点个关注，以后你们私信他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找阿信玩的，就这里点个关注就好了。阿信对不对？小志，你饿了没有呀？要不我先给你烧个土豆吧。啊？要不我先给你烧个土豆吧。没事，阿信，我不饿，没事，我不饿。然后今天我也真的是太想了啊，不知道提前给你做个饭。没事，我也不饿啊，我因为我才上来的时候才吃了饭上来的。是吗？对呀。天哪，这个怎么还有一点毛呀？要不要再烧？看他的家婆，阿信的婆婆的话的，他。阿信，你婆婆呢？我婆婆今天到那下面去了，她不知道这两天她在干嘛，昨天也去，今天也去。哦，阿信说她婆婆这两天下面有个人结婚，下去了。阿信是不是？我刚刚上来的时候，那下面有一家人结婚，是不是那里呀？可能啊。可能是吧，应该是的，因为应该是楼栋楼早上一早就去找那个猪槽了，所以我还真的是没注意。然后婆婆的话可能去那里了吧。可能是劳动节，就是大家都放假了，然后他们都回来结婚了，然后你婆婆就去吃喜酒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是的。真的，阿信的婆婆就应该是去吃喜酒了。阿信老公呢？阿信都说了，阿信没有老公，她是个单亲妈妈。朋友们，我们不问了，这种伤心事我们问了也不好，大家都不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很多直播间的朋友都知道的了，因为我们这个我们都说过了，说过。阿信，我来帮你切吧。没事，我来这个，就是很容易弄到手的，没事我来就。我来切吧。你切不动，没事我来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的辣，就是辣猪头？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的腊肉猪头？应该吃起来是挺香的。上次我也吃过一次，味道真的很香很香。
等一下，那你要多吃一点啊，小轩。好，那我等一下要多吃两碗，行不行呀、啊？等一下你要多吃一点啊。嗯，好。不用两碗，你吃三碗也行呀。嗯，吃太多了，朋友们又说我，光在这里说话也不帮忙就吃了，因为很多朋友都他们一直都这样说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阿信的就给阿信点个关注啊！我这个人也不怎么会说话，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，我们有空的时候就我们一起来看阿信。阿信这个人姑娘真的很热情，真的太热情了。然后我们屏幕上面每个人点十个小红心，我们就应该就差不多点到30万了。小郭，你蒲公英应该可以喝了吧？可以喝了，我都喝了那么多了。你看阿信给我泡的蒲公英茶，你们有没有喝过这样的蒲公英茶？真的，我太好喝了。嗯。有什么味道呀？很甜。朋友们，你们喝过吗？阿信泡的这个蒲公英茶真的好甜呀，真的太甜了。你们有没有喝过？真的好甜呀。小志，它应该是清香味的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一股甜甜的。你是不是在里面放了糖啊？没有呀。啊？你没放糖吗？对呀。那怎么这么甜呀？应该是清香味的吧。啊、那怎么好甜呀？真的太甜了。哇，真的太甜了，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喝过？就是用阿西手里的那个锅泡出来的茶，蒲公英茶。啊，再加一点吧，再加一点。再加一点。啊，慢一点。好。哇，好。哇，你们看。阿信给我泡的蒲公英茶真的太甜了，真的好甜呀，越喝越想喝。阿信真的太甜了，第一次喝到这么甜的茶。那你多喝一点。我喝这个茶都喝出很甜了，好像是他放了很多的糖。那以后我就多给你泡一点。哇，真的太甜了，阿信太甜了，真的好甜呀，加了蜜糖。阿信，你在这里面加了蜜吗？蜜啊，什么意思呀？就是有个朋友说，里面加了蜜。没有啊？没有吗？我就放了白开水呀。就放了白开水，怎么这么甜呀？你开玩笑的吧？真的，我还以为你在这里面放了很多的糖啊，就怪不你真的很甜，味道真的很甜，很清香，很甜。又香又甜，什么原因呀？朋友们，什么原因呀？阿信泡的这个蒲公英茶又香又甜，真的好甜呀！爱情的味道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个人也没谈过恋爱，也不知道是你们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爱的味道是吗？阿信，哎，朋友们说这是爱的味道。我这个人真的没遇到你之前，我这个人都是在家里面，天天整天都打游戏，也不爱出门。现在遇到你以后，我就天天喜欢来你们这大山上面旅游，真的。小徐以后就不要打游戏了，打游戏对身体不好的，这个对眼睛不好。嗯，真的。你以后就常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做，就是烧土豆，我给你烧土豆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那。在你还没有结婚之前是可以的。那我这一辈子我都不结婚的来这里好不好？哪有这样的，这样可能不行吧。行呀、啊、好不好嘛，我就反正我这一辈子我就不结婚，就每天来找你，就是每天来看你，让你给我做好吃的。真的，你做的什么都是好吃的。你看，你给我泡了一杯，就是开水泡蒲公英都这么甜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好甜呀，真的。嗯，那你多喝一点。太甜了，真的，好，真的。朋友们，你们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，点个关注，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。阿信这个姑娘真的，哇，好热情呀，真的太热情了，阿信。哎。啊，你我还有你手受伤了，吓我一跳，真的。没有。你小心一点啊。好，没有。阿信，你以后干活的时候不要背那么多了，真的，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你，叫你不要背那么多，没事的。
事儿，小军，我都习惯了。真的。每天都那么干，都已经干习惯了，没事的。真的，你不要这么干了，真的有很多朋友都很心疼你的。没事儿，就，然后有时候吧，就不干，有时候也不行，是吧？所以，没事儿，我每天。现在的话，就像我们这里是工厂里面的话，如果不干活的话，我是会饿肚子的。但是您每天都干这么重的活，万一有什么闪失了，你们母子俩谁照顾你们呀，对不对呀？没事，我会小心的，真的。你看你一个人又带着小孩子，每天干这么重的活，还带着个小孩，万一有什么闪失嘛，就是谁照顾你们嘛？真的，这个真的我都很担心你，有时候真的。没事的，我。就是我一定会小心的，一定会注意，不然的话，那我不干的话，人家肯定又会说闲话哦，天天在家里面待着，什么活也不干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我就是害怕别人会说闲话，所以没事，趁年轻能多干就多干吧，没关系的。但是你干活也不用这么拼命的干呀，我每次看你都像干了那么多那么重的活。上次我还看到你背那么多木头，真的我。不是那些木头就是小的都背的差不多了，只有一些大的了，所以，然后的话那都去那里了，那不背那肯定是不行的嘛，所以就背了一些大的，没关系的，小俊你不用担心的，真的。但是你可以挑一点小的背呀、背那么重。小的背他们背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就只能背一些大的。朋友们，你们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，我们一起你们喜欢阿信的就给阿信点个关注，然后我们还没有给阿信点赞的点个赞，我们一起给阿信点到20万，好不好？阿信，我来帮你一起洗吧。没事，我洗就好了，你坐着吧。我然后现在这个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给你说好露脸的哦。好，对，我看这点赞点了多少了，我也没看这个点赞哦。哇，你们太厉害了，真的。朋友们，你们太厉害了，都点到20万了，哇，我们都快背30万了。我这个人长得丑，我露脸，你们也不要说我丑啊。你们也不要说我长得丑啊，阿信，我站在那里让朋友们让朋友们截个图好不好？朋友们说他们都想我们朋友们我现在站在这里好了，就站在这里。主播长得也丑，然后你们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就上方点个关注，然后我们一起给阿信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给阿信点个关注。阿信你看着那里，朋友们都能看得到我们的然后我们一起给阿信点个关注，朋友们真的然后你们我们一起给阿信破个30万赞阿信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一直站在那里我也不好意思，真的朋友们，我也吃了，真的我也挺不好意思的。我给你弄一个土豆。我真的也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人家也是个单亲妈妈，但是人家也才23岁，对不对？我也挺不好意思的，真的。我们一起给阿信点赞，点赞30万，真的，朋友们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点赞点的太凶了。我们一起给他点赞30万，哇，真的太厉害了，朋友们。哇，你们看，你们想不想吃这样的腊肉？这样想吃这样的腊肉的话，我们一起给阿信点关注，以后我们一起来找阿信，来阿信家里面吃。阿信，哎，我们很多直播间里面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来你家里面一起吃腊肉，好不好啊？好呀，我非常欢迎你们呀。哇，你真的害怕他们会嫌弃我们，就是这座大山里面农村里面的像我们这种农村姑娘，如果不嫌弃的话我非常欢迎的。不会吧，我问一下他朋友们，你们会嫌弃阿信吗？你们会嫌弃阿信吗？哦，露露脸，可以啊，我刚才露了。现在我们8000多个人了，哇，我们人气上到一万的时候，主播就出来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然后我们给一起给阿信点赞，点到30万，应该就差不多都1万了。现在都8800。
快九千了，快九千了，哇！我们人气一上来，主播跟阿星，因为主播也是不好意思，老是往阿星那里走，对不对？你人家一个也是那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啊！阿星，你先吃吧，你应该饿了，你先吃吧，你先吃，阿星，你先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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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星，你先吃，你先吃，你先吃，真的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没事儿，你拿着吧，一个土豆，那你不是还有吗？那谢谢你啊，烫啊，哦，好好，谢谢。朋友们，你们吃过吗？你看阿信给我剥的土豆，阿信这个人真的太好了。小俊，你坐着，我找点玉米粉。啊？这个好像什么？有点太那个了，然后我加点玉米粉，把它和一下就。哦，什么？在这里面煮啊。阿信。哦，这个好像也可以的。阿信。哎。你看着我，很多朋友都想看你，哎。你这个。哦，我都有点害羞了。没事啊，你不用害羞啊，朋友们，对不对？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的土豆？你们有没有吃过？没有吃过的，你们公屏上面一个人点十个赞，我就主播就给你们说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很好吃的，阿信这边的特产，经常吃到这个。阿信这边，你们来到阿信这边的话，他都会经常吃的这个，就这个，我手上拿的这个，阿信，哎，这个是你们这边的特产吗？对呀，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菜嘛。哇，你就是冬天也有，夏天也有，什么时候也有的那种嘛。啊、哇，我们这个点赞也快破30万了，我们这个阿信破了30万，我们一起来。朋友们，我就跟你们说吧，这个是土豆。哇，你们太聪明了，你们都猜对了，我都还没说你们就猜对了，我刚说你们就猜对了。哇，这个。小兄，你吃，那里还有。朋友们，我们人气上到10000，我们就给阿星站在阿星那里，给阿星一起合个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也挺不好意思的，真的，我这个人真的。行，不行，我去。因为我这样去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人气上到，朋友们，我们人气上到10000加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阿星一起坐在那里合个影，真的。我也很想跟阿信合个影，但是今天我就找个借口，然后我们人气到10000的时候，阿信，哎，等一下我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一起看你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站在你那里跟你一起合个照啊？合照吗？对呀、啊。可以的呀，我就是害怕你嫌弃嘛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朋友们，我们怎么会嫌弃阿信呢？对不对？怎么会嫌弃你呢？阿信，我们不会嫌弃你的。朋友们，你们还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，点个关注，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。这个阿信，我来尝一下这个土豆，我尝给你们看，真的。是吗？嗯。哇。好。小娟，你坐着，我这个有点香。阿信。哎。你家的土豆吃起来都是甜的。对呀，小俊，你那坐着，然后我去加点那个，再加一点那个粉，我这个有点稀了 你坐着在那里吃土豆啊。行，好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啊。阿信去外面忙点事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阿信这个煮的是什么。朋友们，你们看阿信家这个煮的是什么？你们看，你们很多后面来的朋友应该都不知道这个煮的是什么。对对对。还是有人猜到了，我以为现在后面来的朋友都不认识，还是有朋友认识的。你们真的太聪明了，把那个猪头剁成这么一块一块的，你们都能猜得到。但是我现在让你们再看一个的话，你们肯定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让你们再看一个，你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就这个阿信手上这个干的是什么活？你们猜阿信正在做的这个是什么？很多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。很多朋友应该都猜不出来这个是什么，朋友们，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很多朋友应该都猜不出来。面粉错，不是玉米粉错，你们应该猜不出来，真的。我们很多外面都买不到这样的，真的。我在他们这边才能吃的这种，也是第一次吃的这种东西，真的。不是土豆，我说阿信手里面的不是我手里面的这个土豆，是阿信正在弄的那个是什么？你们应该猜不出来这个是什么。哇，有的，对对对，有的人猜对了。哇，对对对，阿信，你给他们说出来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荞麦粉，荞麦粉弄。就是那个苦荞粉吗？对对对，苦荞粉。哇，苦荞粉。还是直播间的朋友们
你们真的太聪明了，就这样一看你们就知道啊，是我一辈子我都猜不出来，我以为这个是就是做馒头用的，做馒头用的那个面粉，真的。再加点面粉。那我给他们看一下阿信家的腊肉，你们看，朋友们，阿信家的腊肉是这样的，你们应该没有吃过这样的腊肉吧？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腊肉，还有这样的香肠，你们都没有吃过，真的。你们应该也没有。阿信，哎，你这个苦荞粉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啊？等一下，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吃了啊。哦，直播间的朋友啊，我饿了吗？我不饿，我吃你这个土豆，这个你看我都吃了这么多了。你吃点土豆啊，好好，吃点土豆，垫垫肚子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个马上就阿信。哎，谢谢你啊，你给我弄了那么多好吃的。好的，干嘛要谢谢我呀？我应该谢谢你，小俊，真的应该是我谢谢你。嗯，哇，你看这个肉真的煮起来都很香，真的太香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想吃这样的苦荞粉吗？这样的你等一下阿信做出来给你们看是什么样的，真的很好吃。上次我吃了又甜又好像又甜又苦的。对，它就是苦香苦香的。对，就是他阿信手里面做的这个，就展示出来了人的一生，就是又苦又甜。他因为他们这边大山里面才有的，因为他们这边的人，也苦过，也笑过，也甜过。因为他这个就是苦荞，又甜又苦，他这个就是跟人的一生一样。哼。小军啊，我再给你拿个东西吃吧，我害怕你饿了。没事没事，阿信，你不要拿不要拿，你还要拿什么东西呀？不要拿。没事，你什么？阿信，不要拿了，你还要折什么吃的？不要拿了。不，你拿什么？你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花生呀。你看嘛。不，你留着，你不要拿出来了。不，阿信，你不要拿出来了，不要拿出来了。你看你吃吧，我给你剥吧，要不？啊？我给你剥吧，给。不。给。阿信，你不是你这个花生都坏了，不能吃了。啊？你这个花生都坏了。没有坏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它就是这个样的。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？朋友们，你们看这个花生都坏了，就是、不能吃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这个样的，你看嘛。就是这个样子，每个都是这样的。不，阿信，这个不能吃了，不能吃了。这个可以吃，花生是红的，不能，不是这样的。没有，可以吃的。哪里有这么黑的花生呀？有，它就是这样的。小军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朋友们，你们见过这么黑的花生吗？朋友们，你们见过这样的吗？可以吃吗？这种黑。哎，你拿着。阿信，不能吃了，这个不能吃了，你。不是啊，就可以。你不要吃了，你扔掉，明天我给你带一点红色的。不是啊，小军。不是你这个真的不能吃了。这个是可以吃的。啊？干嘛不能吃啊？你不要吃，阿信，你不要吃。你干嘛？这个是能吃的。能吃吗？能吃的。能。你不要吃了，这个这么黑怎么吃啊？你尝一个嘛。这么黑的能吃吗？朋友们可以吃。你看，哦，朋友们说可以吃。朋友们，你们吃过吗？但你们说可以吃，但是你们吃过吗？我主播只吃过红，小菊只吃过红的，但没吃过这么黑的。可以吃的，来，你拿着。啊，我这么黑的，我还是挑个白的吧，我还是挑个白的。那个黑的黑的我也不敢吃那么黑，我就吃个这个。嗯，对了，嗯，是吧？确实是没有坏。能吃的，就可以吃的，还有口甜甜的感觉。对，拿着吃。这个是黑花生，营养价值比红花生还好，是吗？朋友们是吗？那我尝一个了啊，那我尝一个了。这个可以吃。嗯，那我尝一个了，我问一下朋友，那我尝一个了啊，我尝一个了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尝一个。我给你剥一点啊。嗯，阿信。哎。这个黑的比这个白的还好吃。对啊，这个确实，挺香的，真的。哇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你也吃吧，你也吃吧，来，没事，我直播嘛，来，你吃一个，来，谢谢，来，再吃一点，好了，你吃吧，我在这里，我先把这个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家种的，哦，
怎么有这么第一次吃这么黑的花生？是不是朋友们？是不是阿信这边的海拔高的原因啊？他们这边海拔3000多米，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这个花生就变硬了哇？是这样的吗，朋友们？没有，主播在外面也没有看到过这么黑的花生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？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黑的。对呀、啊，它就是这么黑的。哇，第一次，但是这个黑。这个黑花生还是挺甜的，味道还是挺甜的。我今晚上要，今晚上我要到网上尝一下这个黑花生，可以吃吗？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说完一点，然后还是拿给阿姨尝一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阿信不用。这个真的很好吃的。不用不用，这个，我在这里吃就好了。你带一点回去给他们尝一下嘛。不用，我在这里吃，已经吃上这么，真的阿信来到你这边以后，吃上这么多好吃的，真的是我这辈子，应该是，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我们家也只能有，就只有这些了，真的是。这些很好吃啊。没有办法了，只有这些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吃过黑花生呀？这么黑的花生，哼。然后朋友们，我们后面进来的还没有给阿信点关注的，我们就给阿信点个关注，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。你们觉得阿信这个人，还可以的话，你们就给阿信点个关注，以后我们一起来看阿信，因为我觉得阿信这个人真的，一个很朴实，又热情又好客，真的太热情了。你们也觉得阿信热情的话，你们就给阿信点个关注，以后我们一起来看他。阿信你在干嘛？哎，我在揉这个。你那个放在水里面不能吃了。能吃。快点捞出来，那个是。我刚刚不是给你买了一个锅吗？就是用那个锅上面那个锅盖，真的，他们说朋友。这样也可以的，真的，这样也可以的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的。朋友们，他的阿信那个笔就这样贴在那个锅上面，可以吃吗？我在什么操作哇、啊？第一次见，阿信，你这个操作真的，真的是可以吃的，你放心吧。朋友们，你们见过阿信这种操作吗？你们看，就贴在那里的，可以吃，可以好吃，可以吃吗？朋友们说可以吃，我可以吃的。你们吃过吗？朋友们，我没吃过。你们吃过的，你们就给阿信点个赞。你们觉得可以吃的，你们就给阿信点。我们一人给阿信点10个赞。我们就给阿信破到30万嘛。现在25万个赞了，我们就给阿信破30万。你们也觉得可以吃的话，我们就给阿信点到30万。然后我们还没有关注阿信的，就给阿信点个关注。阿信这边真的有每天都弄这么些稀奇古怪的，但是挺好吃的。阿信真的，我感觉你这边很多很新奇古怪的，但是吃起来都是挺好吃的。对，我们就是这样弄的，这样弄的话，这个猪肉可以吃了，它也就可以吃了，好了。是这样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那我等一下要多吃几个了。对，你等一下要多吃几个，多尝几个。好好，朋友们，那等一下我就听你们多尝几个啊。你们应该，你们是吃过的，小军又没有吃过，应该很多朋友都不认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吧？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，你们知道我对面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吗？你们认识的闺蜜上面打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有可能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吗？她叫什么名字吗？朋友们，你们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啊？金子，哇哇，你们金子都打出来了，夫人，哇，对对对，还是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对对对，我以为你们不认识。在小区对面的这个女孩子，她叫阿信，就是在。